你，我知你不可能会接我的电话，不过我已经惯习啊。今暗时一个人走路，我就想要打电话给你。只要当听到你的声，就让我感觉足安心的。我可以记得进前，不管安怎，若是我拄到歹人，还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只要伫电话内底喊一声，你就是赶来我的身躯边啊。啊，不过今嘛，我敢来当伫你手机语音信箱留言，唔知你伫个天顶，敢会听到？我伫咧，到今嘛，我嘛是还够伫咧，小雪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都会拼死命随时保护你。把大家的物件拢给我。只要你卖伤害我，拢给你。等下，手机给我。不应该。卖啰嗦，手机给我。我陪伴我陪酒钱钱拢给你，你手机万一提走，叫我老师退去。方式，我好甲你说多谢。那呢，可袂当听我讲几句话？真正是多谢你救我，我的手机啊内底有我甲阮翁最珍贵的回忆，有伊的相片，伊的留言。还佫有向我求婚的影片，多谢你，予我当保条我的手机啊。虽然我知影你是见义勇为，啊，不过若是真正怕死人，是爱强抓去关的。希望以后你莫遮尔啊冲动。多谢你。袂用的，我即马安尼对小雪来讲是危险啊！我暂时也是袂用的，回去伊的身躯边。